42岁本土剧女神李艳，以《炮仔声》《天下父母心》《甘味人生》打开知名度。2015和谢点玲离婚后，去年闪婚认识18年的合作伙伴，人称新店陈大少陈梦荣，两人从好友变情人，经常在脸书甜蜜放闪，令人称羡。近日，李艳图有感而发，表示老了要去住高级养老院，没想到老公的反应让她扑哧一笑，夫妻俩打情骂俏的互动逗乐许多网友。据中时电子报报道，李艳分享最近和老公一起看韩剧时，她一时兴起便跟先生说，我在很年轻时就规划好老的时候要去住高级养老院，然后这个人紧接着说，这件事没有改变啊。夫妻俩看着对方大笑了一分钟，接着李艳又语出惊人说，比起离婚，我宁愿选择丧偶。求生欲很强的老公马上缓颊，则舍得你去住养老院。看到先生急着替自己平反，李艳故意回少来，可爱的互动让许多网友都笑，好逗趣，要快乐幸福一辈子哦。老陈果然厉害，现在也挺好的呀，养老院也是我未来的家。我们夫妻60岁连想都不想过，你才40多就想这些。还有网友羡慕喊很甜的幸福感，李艳则开玩笑说，这样还幸福啥幸福感呀。李艳和老公从朋友升格变夫妻，两人都是二婚，对方大他7岁，有数十年经营保养品的经历，同时也是露营平台露营风老板，该社群粉丝人数近30万人。当初是陈梦荣找李艳代言而认识，后来成为合作伙伴，一起经营保养品，逐渐日久生情。李艳回归戏剧前曾传讯息告知陈梦荣，拜托对方打理公司，甚至大胆表白，我喜欢你，可是我们是股东怎么办。因为这句话，陈梦荣立刻把握机会，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，两人这才走到一起。李艳赞他成熟稳重，有责任感，把一对儿女和生病的妈妈照顾得很好，夫妻俩私下会互称小宝小啾啾。婚后陈梦荣还是常常送花给李艳逗她开心，她也幽默自嘲，癞蛤蟆也是能吃到天鹅肉的。过去我们是事业伙伴，现在升级成人生伴侣了。